多謝主席，我今次的發言是在這一節的合併辯論裏面涉及我本人的修正案編號122，即是總目122香港警務處分目000之中是削減1,348,800元，即是削減警務處處長相等於他6個月的薪酬預算開支。我以下來的時間會作出這個詳細的解釋。主席，現任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自從在2011年1月上任以來，其實是引發了一連串是令警隊工作政治化的事件，包括了連串在遊行示威之中使用胡椒噴霧的爭議，被監警會批評認為是妨礙採訪的黑影論，以及在今年2014年2月發生的劉進圖遇襲事件之中失職的表現，都是令到香港的警隊以往公正執法的形象是蕩然無存，警隊的權威和公信力下降，警民關係亦都因此是變得惡劣，曾偉雄是難辭其咎，所以理應是以扣減薪金的形式是追究他的責任。主席，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之後，警隊在對付遊行示威的手段是多次是受到市民、輿論、傳媒的質疑，在多次遊行示威之中是被投訴是使用了過分的暴力，警權呢在無聲無息之間是日漸擴大。曾偉雄在2011年的3月回應其中一宗警隊是胡亂地使用這個胡椒噴霧的質疑的時候，是發表了是為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談這個的言論，即時是輿論是譁然，好像維護法紀就是尚方寶劍，可以是橫行，可以是無忌，但是曾偉雄這個維護的到底是什麼法紀呢？是哪一個人的法紀呢？香港市民大眾一直都搞不清到底曾偉雄所指為何。去到2011年8月，當其時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是到訪觀塘麗港城，警方是嚴陣以待，更加是以連監警會都說聞所未聞的核心保安區作為理由，是將一名身穿平反六四 T 恤的居民呢是押走的。期間更加是有警方的人員呢是上前用手阻擋傳媒攝影師的鏡頭，進一步呢是引來警方執法政治化的爭議。曾偉雄事後呢就發表了極之荒謬的黑影論，聲稱呢該名警員呢是因為目睹了一個黑影在旁邊呢是閃過，而出於本能的反應呢，所以呢就用手是去擋架，令到他的手卡住了在這個的攝影機上面。這位警員不是刻意這樣是去阻擋記者的鏡頭。主席，這種無稽之談呢是削弱，是嚴重削弱了警隊的中立性和隨之而來的權威，一而再再而三地是縱容這種妨礙採訪的行為，亦都是警隊高層是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一種踐踏。主席，在今年2014年2月發生的劉進圖遇襲事件，身為警隊之首的曾偉雄更加在調查工作上面是出現了失職失責的情況，到現在策劃襲擊的幕後主謀仍然是逍遙法外。2014年2月26日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是遭到刀手伏擊，身中六刀，一度危殆，伏擊的行動很明顯是有預謀有組織，種種資料顯示劉進圖是沒有同其他人是有金錢上面的瓜葛。明報編務總監張建波呢亦都公開講呢，就是以他個人的判斷呢，劉進圖的遇襲呢是好有機會同呢個新聞是有關，
並且在3月初就向警方提供了事發之前《明報》超過10篇是在劉進圖擔任《明報》總編輯期間處理過而有可能得罪過人的敏感報導，是讓警方作為偵查幕後主謀的線索。但是我們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做了什麼呢？曾偉雄隨後是在3月中裏面很嚴肅地召開了一個記者會，高調宣布是拘捕了兩名刀手和9名懷疑是涉案的有關人士，但是一直呢是避談是不是已經查出幕後主謀的身份，反而在當次的記者會裏面呢先後5次這樣說呢是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劉進圖遇襲和香港的新聞自由有關。我想指出那次的記者會召開的時候呢，其實被捕的刀手呢仍然是身處大陸，還在東莞，警方都未正式是展開這個的盤問，曾偉雄呢就走出來高調地是跟傳媒說，或者是向市民大眾向社會是急急地是為劉進圖遇襲案呢是去定性，未搜證完成就說沒有證據。主席，很明顯呢這個是曾偉雄是企圖介入這個政治，引導輿論，而不是一個執法機關應該有的行事模式。曾偉雄那次的處理呢是理應受到譴責的，亦都令到我們香港人呢是擔心警方的調查方向呢是會未審先判，排除了新聞自由的影響，甚至呢是被人感覺呢是為求結案呢是不理幕後主謀，這種辦案作風呢是處理今次劉進圖遇襲的案件的。及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時候呢就為警務處處長是補鑊，要勞動到我們的保安局局長是去補鑊，改口呢就話從劉進圖會從劉進圖的傳媒工作方向呢是去調查，又指出呢提出即係指出我提出呢個設立破案期限呢是一個唔恰當的建議，因為警方呢已經拘捕了11個人，叫做呢是有一啲嘅成績，立法會議員呢唔應該係向警方呢係施加太多嘅壓力。主席，呢種講法呢係唔合理亦都係荒謬嘅。我好想強調，我想嘗試施壓嘅對象係警務處處長，係保安局，要確保佢哋呢唔好排除任何嘅調查方向，同埋呢積極咁樣呢係去揾出呢個嘅主謀。但是保安局局長呢就話我是向前線的警務人員施壓。主席，這件案呢發生到現在呢一段時間了，真正落案起訴的呢到目前為止只是兩名的刀手，所以曾偉雄他絕對呢是沒有盡忠職守，甚至乎呢是有失職之嫌，行為是有欠中立，企圖介入政治，所以我認為呢是要削減他的薪酬呢是一個適當有力的做法。主席，除了以上較為觸目全城關注的事件之外呢，警隊自從曾偉雄上任以來呢在無數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請願當中呢都是逐步地收窄和平示威者發表意見的空間，示威區就越劃越窄，在遊行的路線上面又對這些籌組遊行示威請願主辦的單位呢是諸多刁難，經常這樣呢令到我們覺得故意是去引起遊行示威請願人士的不滿，從而呢是挑起更加多的衝突。更加離譜的呢就是有時我們會見到呢警方呢是用過度的武力是對付這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最新鮮滾現了，長毛行開了，當然即是剛剛過了那個星期一的反高鐵示威，警員在長毛已經被制服兩隻手都捉住他的情況之下，很明顯知道他不能夠作出任何反抗的
掙扎，但是呢就直接咁樣呢近距離用胡椒噴霧呢係去噴長毛，係近距離，主席呢個係嚴重係去傷害呢啲示威者嘅身體。呢種無視警隊使用胡椒噴霧守則嘅做法呢，係喺曾偉雄上任以嚟呢係越嚟越嚴重，出現嘅次數係越嚟越多嘅。好明顯曾偉雄呢係已經化身為呢個嘅公安，為政府服務，為政治服務，收集反對政府示威人士發表意見嘅空間。曾偉雄呢種鷹派嘅作風引嚟我哋社會上面好多異議，好多唔同嘅聲音係去質疑我哋香港嘅警隊要介入政治，為政府呢係保駕護航，使用過分嘅武力，更加令到我哋呢係去質疑香港嘅警權呢正係不斷咁樣不合理地擴張。如果我哋繼續任由曾偉雄肆意妄為，只係會令到香港警隊嘅形象持續咁樣低落，破壞自回歸前已經係建立咗中立鐵面無私嘅呢種權威嘅形象，更加係會引起更加多嘅警民嘅衝突。所以主席，我係代表新民主同盟呢係提出呢個嘅修正案，要求削減總目122警務處之下分目000之中警務處處長六個月嘅薪酬預算開支。主席，本人謹此陳辭。